嗨，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乡村打野二娃。现在我们在这个稻田里面去抓鳝鱼啊，你去钓一下嘛。现在这个天是不是秧苗都已经丰盈了？我们刚刚出来的没开张，天上还太阳高高的挂起在哈。哦，咱们的水得有。田里都干干的，这里是不是？哦，不是。今儿我这田里面都没水了。对，干枯了。干枯了哈。也不能说没水，它是晒田了。像我们那里啊，不像我们内江是冬水田。成都平原都是这种泥巴比较硬。哎呦，哇，这里我得看一下看。这个好像是一个鳝鱼。这边好像是一个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，看到没有？这边还有个出气孔啊。哦，这样。哎，先看这边吧。啊，我们先引一下哈。好像涌水上来了，咱们先引一下，给它开开胃哈。嗯，没动静呢。我看到水涌上来了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夺了一下。什么东西呢？还没给它打开胃口。现在鳝鱼都特别的小心吃东西。美味哦。干，我们耐心一点哈，多等一下看。嗯，涌了下水哈，涌水了。涌了一下水的。没看到它，它不吃吧？再多引一下，这个抓应该不好抓哟，他不吃算了吧。嗯，好像水又动了一下。那我准备抓喽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他不吃算了，直接开盘了哈。喂，这边
这边还在空响。OK， 这边呢？嗯。这边是石头的。有多大一条？可以摸到了。摸到了。这条不小哈，上手了。上手了。大货。来。哦。可以。这条大，没尾巴这条，啊，这条没尾巴，这条漂亮，对，气粗粗的，差不多二两左右，那我们把它收了，开张啊，第一条，还有个瓶子，搞点水在里面，我们抓了还是把这里放起来。好聪明的，你看晒在里面它都不吃。那我们再到上面去找一下，看一下这些。